百吨矿车，百步穿杨。XDE 幺二零电传动自卸车是徐工集团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台百吨级交流电传动自卸车。这台产品应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变频技术，整车具备转弯半径小、转向精准、可控性强等优点。XDE 幺二零长约11.5米，宽6.8米，高6.4米，外形相当于一个占地约80平米的两层楼房，轮胎直径3.5米。相当于两个成年人的高度，整机满载重量相当于155辆小轿车重量。今天挑战的项目是驾驶百吨级巨无霸，通过精准精细操作，连续穿过极限 S 弯路，并刺破分散布置在弯道上的4个气球，刺破气球挑战成功。